动了，又是广告，要安哦，确定一下。检查一下，有都有在正常运作就好。刚刚他把他当做枕头睡吗？没有注意到，糟了。爬不上去。这么小声吗？讲话有这么小声啊？不会吧？照理讲应该是还蛮大声的呢。又要救人。哇！这边的声音，至少想这边的声音是不可能小声的。到底是有多小声啊？好难听。哎，怎么是自己掉下去？大声的呢，至少讲这边的声音是不可能不小声的，真的很小声哎，为什么 ？What the hell？ 真的好小声哦，哈，为什么？我不理解啊啊，这跟昨天的试用的是一样的东西啊，那为什么还会变成这样子？我不理解啊啊。这跟昨天的试用的是一样的东西啊，那为什么还会变成这样子？是一样
声音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会变那么小声呢？声音变小声了，鸟哎、欸，没有啊，没有其他东西是需要再调的啊，三哎、欸，妈，声音上啊，声音上有好像怪怪的啊，KK 啊，小比较小声呐、啊，主要是小声的问题，超夸张。那之后再强行把这边的声音变调得更小声，然后把我自己，然后把我自己讲话的声音调大声，这样子可能会好一点。那很夸张，人怎么还在下面？怎么可能声音变这样子啊？到底都是会先发生什么事情？跳跃力不足。不是啊，我不理解，因为昨天也是用相同的方式啊，那为什么还会一样啊？还会变？为什么会变得不一样？到底不一样的点在哪里？也没有调过哪边不一样的东西啊？The heck！因为这样不是因应之策啊！啊！哦，滑下去。没有，我没有调动过啊，就是因为我没有调过，所以我很困惑啊。除非说我什么东西撞到，可是不可能。我昨天跟别人讲话的时候都还好好的，都跟别人讲话过了，然后这样也会出问题，那也真的是很夸张。哎、欸，还好你跳得过来，往下看一下，看是没什么事情。啊啊！那什么东西？好像看到什么奇怪的，确实。吃东西喽！哦，还是很小声吗？如果还是很小声，要讲。不知道这个东西吃，用这个能不能挡它？自己调大，因为我自己有看过系统的语音啊，什么我都看了。Gosh！
这样子的话，能够对他产生伤害的东西其实不多哎，还是说是我讲话声音太小而已，只是因为这样子吗？不会又要换耳机了吧？太快了吧！ 其实也没有快。好了。 Bob 是去哪里了 ？Bob，Bob， 啊哈 ，Bob 嘞，人呢？哦，安，他你这一只怎么不见了嘞？夸张哎！ 需要你的时候去哪里？啊！你刚人去哪了？刚刚应该没有任何会让他那个、啊、不见的地方啊！你是不是跑上去了？你是刚是不是自己跑上去了？说清楚！真是一个气到。 奇怪，你现在这边好好的，刚刚是怎样？好，然后这边你先吃一下，应该不管怎样都会中吧？没有哎、欸，没中哎、欸。哦。 嗯，一二三四，好了。 这个对他有没有效？我会这样子推，连续推两个过去吗？万岁！是啦！啊，小的。
下来，等下，那这边就有个问题了，我要怎么下去？我要怎么过去？又不会，头痛。不行哦，这种也不行。所以，不对啊！这边一整套也是蛮麻烦，麻烦这一套。起重机。起重机对他一点效都没有。需要这个，看啊，呵，好了，然后从这个地方。然后呢，重点就是，哦，这样子吗？Gosh， 你啊 ！Gosh， 这个地方要重来哦！天哪！真的是，哈，生气！我。现在是只要那个回去，这回去回得很严重，死亡回去回得很严重。搞什么鬼啊？这个啊来了。好了，走这边。啊！哈哈！不可能！哈哈！哎呦！突然一个成功，开心。
一个疑问，我这边到底声音听不听得到？成功，开心。没，我没办法很确定这样的算是有听到还是没听到，而且为什么我其他的声音基本上没有了？哼，我其他的声音好像不见了。然后其他音效声什么？这个是叫有时大声，有时小声。怕。这个是要冲下嘞，不是单纯的，这不是单纯的就直接这样子做吗？Gosh， 坐上去的时候要时间，这坐上去的都要时间的，天哪，这样不对吧？你这样子到底是要怎么过嘞？然后说到底，这东西是有必要的吗？这个是有必要让它放出去的吗？我就要先试试看。好嘞。啊。Calm down.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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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讲话真的是。哎，不对，这个样子哦，这样子不对啊！那样子那只是要怎么送过来的？这只这样送不过来啊！这样这一只是送不过来的啊！它这边没有任何一个是适合可以拿来这样弄的啊！唯一可以在空中行走就是火箭了啊！火箭要怎么样子通到这里啊？我的 hell！ 过去看一下，过去看一下到底那个可以要尽量久。等一下，剑川，我要等那一只过来哦。对，这样不可能啊！
那是超困难的。那只你要救的话，你要怎样才可以把那个铁针放到他身上啊？像这样子，这种超难放的，超难救。这一块也太恶毒了吧！超血，超级困难的，天哪！无法想象这个是要怎么做的。光这边就两只，要这样子救。Blab 呢？哦。不行，不行！啊、你要救别只的才要这样弄，其他不行，不能这样子。啊，切他！啊，天哪！拿。奇怪，你自己都，你都对他丢，都已经对他丢东西，他都变成物品了，你为什么不拿？他的，他左右晃的范围不一样。哎，这里的范围好难抓啊！又差一点，奇怪了。拿，要拿不拿的？那好了。哦，我就知道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棒棒，这边真的很棒。这游戏最大的致命伤在于它的判定啊。自己跳上去啊！不不不不！哦哦哦！拜托！好，变盾牌。糟糕了，我觉得他会让我重来啊！真的呢，烦死了！真的烦死了！为什么？坏？为什么？为什么啦？
他不是已经结束掉那个动作了吗？其实都已经结束了，然后爆破到只剩下那个小渣渣一样啊，就挂掉了。我已经开始。真的要用处理的非常干净，他才会觉得说啊，好像没问题呢。头疼。快过去！等一下。到底这边是要怎么样才啊？有可能吗？那这样子，要怎样才可以下去？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回复？真的很困难。不要！史上最难用，史上最难用的是，懂啊？然后换成。好了，这才一关而已，这才今天第一关，这才今天第一关啊，先生。啊，对啊，他没有办法直接上来，我还给他东西。这边要用这个，啊，这啊，糟，啊。好哟，啊糟，
对啊，他那边吃到才对。来来来，我看不懂他打什么字，他是不是这位是不是本来想要打？ 那个，哦，头，这是头的问题。他这个盾牌没有用，这个我也传，这个我也弄不过去。哦，弹簧床吗？不行，我先装好头，讨厌。啊！不要，怕怕。不行，哈哈哈哈哈。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值得？然后要用这个，不要跳下去。哦，对吗？ 这个吧。 我再给你，这个，快吃啊！为什么？为什么你又不吃？你为什么不动啊？ 这样救。好了，他过来。 Hello。啊！啊！啊！爆了一个，飞天遁地，啊，飞走了。他刚飞走到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我三个都拿到了。 哦，过了，天哪，过了！那我赶快检查一下。哦，过了，好像变回来，又变成正常的。所以只是单纯的声音上面的问题而已吗？感觉就只是声音上的单纯问题而已，真的是有个夸张。 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哇，果然是那种教堂玻璃啊！快破，快破！哎哎，只。
直接就最终了吗？上面是什么？上面有东西欸。啊！这个要，哦，感觉是要打王。这个挑的能力真的是让人绝望。令人绝望的，啊嘞，啊嘞，这边干嘛的？下面感觉没东西，没有，那下面没东西，只能直接走这边。哇塞！等一下，这一段是要干嘛？人？对，不会是人，那应该就是球咯。哟呼，不拿吗？什么意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是让小笨鸟去撞黑的，问题是，问题是你要怎么让他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吃，然后可以用？球没有用，然后不对，然后是这个。没有，这没有效果。球？球有效吗？哦，会随着水过去耶。这样就简单多了。保安。
过了。又来，哇！好的。哦。啊 ！Over here！ 嘿！ Hey! 怕怕。哇！好了，我去推东西吧。开了，对哦，如果变成这个，应该它就不影响到我了吧？ This way. 哈哈哈哈！哇！ Come here. 好的，走吧。啊，天哪！还有一个宝箱。所以这个地方还有什么？这里有什么？等一下啊，如果我……没错。Hurry！ 我要让弹的把它弹上去。Over here！ 啊，踩到一下。我今天才吃别人十九。主角，呵呵，推呀推呀，啊，我妈呀！要怎么样？哦。碎啦！哦，还好，这边没有什么奇怪问题。哈哈，还有关卡。刚才怎么是啊？跳啊！哎、欸，哦，过不去，一定是要用地狱的那个，一定要没有，我没有火箭，我飞不过去啊。你不是要变球了吗？变球可以干嘛？
等等等等，那一只哎、欸，啊，哦，刚看到了，刚给我闹消失，真的是，不要这样子啊！闹消失我很头痛啊！啊，你又掉下去。下去了吗？This way。还要？啊，还有一个？不对啊，这种地方怎么来？这种外星科技啊，这种奇怪科技哪来的？哦，要让它变成。No， 按上。可恶，这个东西，他这个要用那个啦，投掷过去之后，然后等，啊，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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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刚刚没有过？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刚应该要过的吧？三个都拿到了，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算把它破坏掉，那个下面那些东西应该也是会回复的，那就算了。哎，等，给我来这一套！这，哈，给我来这一套哦！天哪！啊，应该更果断一点的。我就觉得奇怪了，这个黑暗物质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它一击必死？堪比爆那个手榴弹的威力。哼，那。鸟儿，哇！咚，咚，咚，咚！嘿！哇，你，我以为没跟着了，吓我一跳！哇，是肥仔。Gosh， 超生气，这种的，哇，呵呵，难打的要死。
为什么我要重跑一次这一段呢、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够直接像前面的 BOSS 那样子，直接给我直接进 BOSS 战就好？你偏偏要给我进这一段肥宅宫殿，这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啊！这里没有按 skip 掉啊，够了。哇，小孩的动作太慢了啦！你这样最鸟欸，鸟到不能再鸟，这个，哦，我还没开始玩多久，我就已经觉得很鸟。闭嘴，肥宅！这怎么？这有一点我不，有一点不明白啊，有一点我不明白，他这个是要怎么样要把它带上去？带不上去的啊。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少人玩这个游戏，然后为什么偏偏都是我玩？很夸张欸，哈你屁啊！你知道一切的原因就只在于说他的。一切的原因就只因为很慢，这是唯一一个要讲的一点，它太慢了。天哪！啊，那你怎么破嘞？不是啊，问题是它很难破啊。它分超多步骤呢，然后我一直闪，这就算了。它的那些东西你要闪不是很难，重点就只在于主角的速度超级给他慢，而且我还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个东西要怎么让它过去。啊，对哦。我根本就不需要上去，我只要给他。很好。
这里还有赌运气呢？要求精确的东西真的很不合理耶。 现在是跟我讲合理。啊！拜托不要！ 这一段真的超恶劣！我在丢东西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闪，我甚至连取消动作都做不到，这是最麻烦的地方。我没有办法去取消动作，这是我一拳就可以把他打爆的意思吗？那么夸张哎！终于能够明白为什么没有多少人想玩这游戏了。 这种从最后面来的最麻烦，因为它会很浪费时间，超浪费时间。啊！我自己白痴。我是觉得刚那一次已经很接近了，那次很接近了。 天杀的游戏机制！你不要因为它是 NES， 你那个 FC 游戏，你就让它还原它的难度好不好？很痛苦啊，这一段。那里面有超多痛苦的回忆。没有，并不是，并没有像你想象中那么单纯。因为它挑的是，它处处都是那种。 困难自己的地方。好，这一次大概不对。
啊！我不应该在那个时候叫他的。超级不友善。哦，他这样只会变成这样专制化的感觉而已呢。来了，这个可以。吓我一跳！啊，刚刚那个那一次的机会很大哎、欸。啊！吓我一跳。我去，对，啊，吓死我！不可能吧？这样子不可能吧？快快快快快！哦哦，还好还好还好，哦哦，天哪！等一下，结果这 boss 是一击必杀，不可能吧？我不相信 boss 是一击必杀啊 ！pass 的。我不相信 boss 是一击必杀的类型啊！你在开我玩笑啊？真的一击必杀？是不是等一下还会有其他区域？真的是的话，我只能先称赞说这个游戏做的关卡真的是有够多。可是这样的话，我更痛苦。你不知道这游戏想起来多累，玩超久，那我也不能动。哦，回来了。啊，等一下，就这样子吗？哎、欸，哎、欸，这什么？这什么？又被抓走！啊！原来还有后续啊！快看到我啊！好了，这段不是有看过了吗？
右边。对啊。No。Love。No。不。然后复活了。等一下，这什么超展开啦？这什么超展开？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吓！这什么？我这是哪一段？这是什么？这是怎样？这么多，怎么有这么多那个、啊？哎呀，好累，心好累。但就是挂掉了啦，看来他不能飞太久。好的，我们证实了，可是有点久这。这样，你知道你这样你的那个不行，弄错。这待机时间有点久。不愧是，我想往下看啊。哦耶，是的。好了，哈哈，不，吓我一跳。差点就被害死了，每次都被那些东西害到，吓死我。看不到东西，
吧？小鸟是吧？现在没东西，上面好像也没有，那走吧。我听到熟悉的声音，又是那个跳跳乐。等一下，等一下，哇，那边有这种东西，我一定要去拿，一定要去拿一下，你真棒啊，太棒啊，不要再吃了，可恶，那个上面一定有什么鬼东西，跳太高兴了。不行，他没有办法。看不到。不可能。从嘴巴的，我拿不到。看，算了，那个我之后再自己弄吧，我之后再自己用吧。又夸张。谁知道他一下就自己追下去了。我就这边竟然还有的放东西耶，积木，应该真的是最终站了吧。有个东西想要知道一下，因为它不能往下看。好，会死掉。好了，继续吧。其实这一段真的蛮帅的，终于无敌了。等无敌等了多久啊？我等无敌等了很久啦。
真的有东西耶！哇塞，下面，可恶！哦，不对，是这里。可恶！碾压啊！天哪！哦，不对。好了。Over here。哦，对，好像上不来。去。最后面他都要用这个，因为都已经最后几关了，他再不用是没机会了。怕怕哦！怕怕哦！哎，等一下，这个还，我还要自己。The hell？ 两边不一样吗？是一样的东西。
没东西。哎、欸，哦，不对啊，没有 boss 吗？我以为有呢。说好的 boss 呢？有嘞。肥仔，为什么？吓我一跳！哇，好爽啊！啊，等等等，啊，有这一套啊？好吧，第二阶段是这个。好了，不要再给我上线了。好吧，可能没有跳过，让我跳过这一段吧。好、啊，我们现在知道说，只要不要过去啊。我们现在知道说，那个打他的揍他的时候，只能说。揍他的时候是就只有用机器人，啊，其他的时候我们都要用别的东西去跳。上啊！欧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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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sh! Bob! Bob 坑我！你为什么在水中吃？然后自己又给我回复？吃一吃啊！累，血月是怎样？刚突然发现的，头痛。拿出，拿出，拿出！嗯，太近的话也不行。看肥仔的脖子有够长。这一段，gosh， 为什么会有两招？两发两，你不是只会发一次来一发的吗？这是很夸张。
要避免他坑我一下，他只要坑，他只要坑到我一下，他就赢了。为什么？好，时效限制是不是抓太准了？大家都喜欢抓那个那个作者都喜欢抓那个游戏时间，然后变成说这个反正就是 bug 啊，可以不要这样吗？那太近的话我会攻击，然后太近的话盾又防不住。然后他又有待一堆东西的待机时间，啊！你要我冲起来？啊！我就丢这边，拜托你不要再出问题了。快快快快快！突然在想，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个这个就在一直在吐槽。哦，去哪里？我觉得这有人吐槽，就是那个游戏。不然那个机器人在合体的时候能问问题。然后呢？哇！然后呢 ？What the hell？ 这不是 bug 吧？你这不会 bug 吧？哇！不是啊，打完了，那现在是怎样 ？Calm down。Blob。啊，现在
现在嘞？啊，现在怎么会？What the hell？ 这，哈？不会 bug 了吧？这游戏我知道 bug 已经很多了，可是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打完哇，打完了呢 ？The hell？ 哎、欸，这很。The hell？ 哇！我也不能够给他东西啊。嗯啊，我们现在卡住了。游戏不知道，我哈？看了之后 ，quiz game 一下。还 Are you sure？ 我都已经，我游戏都已经爆了，你要我要不要 share？ 当然是 share 啊！毛线呢、啊？这说的好像是是我害这游戏崩溃的一样。唉，要重来！我敢说一定会重来。Gosh， 这边超让人生气的，还好我不用再，还好，哎、欸，超鸟的，要重破哈，他没有其他选项，他没有办法回到这什么藏身处啊什么，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这种选项。我就只能够回来，天哪！拜托，这个地方早就该过的。早该过的地方了。天哪、啊！刚打 BOSS 之后，后面没有任何结局，我只好再重打一次。这够夸张。错过了蛮多东西啊！就里面就只有那只鸟是不是黑暗物质？哎，没有出现结局，这种是没有出结局。只有鸟是没有黑暗物质，那为什么它会？哦，没有，它可能就只是会吃而已。你看，又回来了啊！
边打法我已经知道了。揍他！哎，等下，我说，不，Gosh， 去你的！果然就是待机时间问题。要重打，这一段真的是，哎。这里面有大半都是在等待他的那个游戏自己在跑的那个待机时间，其他根本就不是在游戏，大部分的时间都不是在游戏，你在看他的那个动画在跑而已。像这个，所以你只要你不能按错，他就会那个，你就要一直重来。去你的！可是这个已经比其他的好打多了，他已经比那个只是有时候那个自己手残。好了，来吧。这个是最后了，你最好给我出现点别的东西哦，要不然我就只好给观众看别的东西，那个，要不然我就只好给观众看那个影片了。
嘿，好，他进动画了。所以刚刚只是因为我没有及时换成，没有把那个机器人解除掉的意思吗？这样问题也太大了吧？这样的话，这个 bug 也太夸张了一点吧？月亮，所以啊，那让他回去了吗？哦，超可爱。那再见了，超难过，不知道怎么看着像孔雀鱼脚，糟了，那孔雀像酥脆，呜，啊，真的是这样子了，真的让他回去了。哇，超难过！你怎样？啊，后面那个各个行为都超可爱。哈哈哈哈！哇，超感伤的。好多哦，天哪，这么多 blob， 四只。啊，看电视，不要看那么近。哇，这个是有线电视，超久的版本。完结了，可是我还有宝箱关卡要继续破，糟了！可是至少我不用一周有两次的时间在那边破这个，这个泳圈，我就可以比较慢一点破。这是谁啊？这是蘑菇吗？这个，天哪，这超可爱。真是超可爱的，在里面的时候。不对啊，仔细想想啊，小男孩的父母哎，啊，这个是什么啊？他吃了萤火虫，他吞了一只萤火虫，那个是墨西哥吗？刚刚那个都是回忆录吗？超感伤，啊，超脱，下面那一坨是。哇，后面就是我让他赶快跳掉那个移动好了，对，他可以移动。那下面全部都是 blob， 全部都是他的亲戚朋友。游戏其实还是可以啊，只是他的。判定，我觉得主要是他的判定超恐怖，他判定上面真的是太容易让主角死掉了，那真的不行。而且游戏动画时间超级长，那
它不像是那种超级机器人动画里面那种。哦，你在变身的，你在变身或合体阶段都不会有人管你。问题是他会，他们会攻击你，而且攻击的毫不留情。你没有反应过来就是爆掉。感谢你的游玩。啊？怎么又回来了？我。哇！想看看那边那个关卡到底是怎样？看一下好了。I， 我那它是没东西啊。二。一二三，太多东西了吧？那不要吗？哈哈。我觉得这关卡会暴毙，这关卡会爆。不行，这个关卡都超危险的。超危险这里。糟。不行，他把所有方便的东西，这个。不行，这个真的不行，这个真的不行。这个，gosh。只要看个过往记录，有必要？哦。不行啊。所以还有东西是可以引他过，不了，这个
这个就先回去好了，有夸张，也不知道他会是给什么东西。好了，今天就先这个样子啦。啊，反正主线先破了就好了，之后再慢慢来破。那个，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也不会，就真的可能就只好放弃他那些宝箱关卡，因为有些真的很难。我不否认他有些真的很难，有夸张的难。那原本 Blub 的眼睛颜色是红色的，我真有看过别人有做那个什么模型，他 Blub 的眼睛是红色的。好啦，那今天先这样子啊，完啦，你不是还想这个游戏至少就故事上来说已经算是完结了。我说可能会试着先去剪一下那个吧，这那个他主线的精华什么的，尽量。我这样先就是剪一剪，反正一定有人懒得看那个，干脆直接剪精华算了。好，今天这样子啊，完了，你不是还像啊？哇，这个还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这个是。这个是调整时间的问题，这是调整时间的问题。这个游戏需要是调整它的那个各种时间上跟那个、没办法立即反应，它就是很慢类型。啊，就这样玩喽。